迎收看《学生乐团放音乐》。大家好，我是董轩，我是陈心，我是双双，我是李乃旭，我是巧巧。耶！每个礼拜晚上七点半最开心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赚到节目 ，OK。然后今天是特开心的一个节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一刻，有惊喜的。上次我们卖的关子 ，OK， 今天终于来了。卖什么关子？等了两个礼拜。对，你是说什么？你是说你右边跟我们这边左边的这个大家等很久的两位？啊，有巧巧。有人说他长得很像杨洋。洋洋 我刚才在看这侧脸，有一点像。他是右脸正妹。哦，你这样，你觉得他像？真的，他的角度拍摄角度，他都是以右脸为主。我有 follow 他的 IG， 对，左脸不能，你这样不是得罪人家左脸吗？那我们先看你的左脸，没看到，先这样就好了。还是很好看的右脸，右脸。右脸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是左脸啊，哦，对，你是左脸，那个吃饭的那一脸是右脸，对，右脸，哎、欸，右脸，右脸，我觉得都好看啊，我也觉得都一样啊，对啊，不像我们是遮脸嘛，不然我们遮脸，建哥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玩那个，玩游戏，OK， 画面比较好看一点、啊，很棒。是有几个神是蛮像的，我觉得是因为这边很像，眼睛这边很像，就是新的暖身游戏，还有新的。那考验大家的就是照样造句，好玩啊！就是填空啊，然后照样那个好难，就可以写一些东西惹老师生气啊，超好玩的。以前，所以你的好玩是惹老师生气，所以到最后才选择走音乐这条路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你怎么惹大家是制作人生气。OK 的，你好好照哦。OK。等一下，我们会出三个，例如说这样子，周杰伦，角毛，角毛，星星，很没关系的三个，星星是天上那个星星。OK， 然后呢，你要把它造成一个句子。OK 哦，很考验逻辑性，很考验哦，因为这三个东西没什么相关性的。对，那要说得过去。对，不像那个国小的题目是因为点点点所以那还好造，没有，这是三个不相干的。了解，一大挑战。我们现在来。谁先开始？谁先呢？我出一个试试看。来，随便来，随便来。你先出一个人名。人名。出一个人名，那就巧巧。哦，哎呦，巧巧，董珠。好的。嗯，第二个。刚刚的范例是角毛，你可以随便来一个名词之类的。那菜渣好了。菜渣，牙齿上的那个吗 ？OK， 巧巧，菜渣，然后第三个。第三个。哎，出一个东西之类的。东西哦。或是事情。手表哦，哇，好难哦！不会，乔菜，我马上就想到了。好，来，第二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有 freestyle， 有耶！戴着手表的巧巧，就算卡着菜渣，还是很可爱。哇，好强哦！哎，我也有想到一个厉害的，你怎么？巧巧的菜渣卖给粉丝，可以换手表。我投诚信一票。哎呀，不愧是诚信。我都给过。都是称赞他。OK。哇塞，诚信这个很厉害。那不然，董俊，你来出一题。来出一题。史努比，爬象山。爬象山。学生天团风音乐。好，双双来回答。超难。史努比爬象山，学生天团风音乐。造一个句子。哇塞，这其实。其实还好 ，OK 了，可以。好，你不要拖延战术哦。OK， 我们就安静。我每天早上都是背着史努比爬象山，一路走来，学生天团风月上通告。哦，你住哪里？哎呦，苦行僧的概念，各位，他住那个。他住那个象山站那边。你如果有看到一个人背史努比，就是我啦，就是我。对。OK， 那你出。好，我出一题是吗？你出一题。好，我出给巧巧。哎呦，对，男的，好，难点的是吗？对，蔡家珍。哦，哎呦，包子，在吃的那个包子。对，踩香蕉比跌倒。这样子好吗？这其实也蛮简单的，对，可以。其实有逻辑啦，有一个逻辑在里面。蔡家珍吃着包子，在明日之星的舞台上踩到香蕉皮滑倒，
还是唱着一首好歌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他如果真的是吃着包子，然后唱歌，然后跌倒的话，肯定大新闻，肯定新闻会有报。对，而且在节目上面这样子，肯定会有新闻。是谁放的香蕉？对，到底是谁没有把舞台清干净？而且谁上舞台为什么还要吃包子？然后谁边上他一定上综艺节目啊？但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是可能会在我们节目发生，可能节目不是那个，没错，对对对，状况剧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蔡家珍，哎，讲到关键人物，关键人物，没错，我们等一下来宾会是蔡家珍，大家期待一下。但是你要先听董璇唱，你要看蔡家珍，要先能够通过我的考验，才有办法看到蔡家珍，对，才可以看到你们的女神蔡家珍，对，对，没这么容易，想看。对，我们直接先来，而且不能转台。对，我们会有塞多少钱给制作人？大概两三万左右。我们都没有。谢谢董璇的抖内，谢谢。未来大家可能看换沙发或是干嘛的，就是谢谢董璇呐。董璇，下次再来几次，可能就可以换棚子。谢谢，我们先谢了。好了，再来这首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董璇，我是巧巧。那中秋节快到了，所以我跟巧巧今天带来这一首，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的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成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神圣。你愿意生死苦乐，永
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抱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Yes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，昨天已是过去，恭喜大家通过考验了这真的是很艰难耶，艰难，整个歌的格调都变高了，是因为有加针啊。对啊，好，我们来欢迎，我们来欢迎今天被强迫跟董轩一起唱歌欢迎蔡家珍。大家好，我是家珍。哇，我第一次上节目主持人那么多耶。对，是不是很欢乐的感觉？我五个人，对，第一次比台币台多我们很少碰到比我人多的。对，通常主持人两个就已经够多了，然后这边来一个五个的，厉害了吧？对，太超级欢乐的。最近是有新的作品。对，我在7月11号发行我的首张个人专辑《美极客》。美极客，美极客是美。极客还是美极客还是美极客，它是有换的吗？有好对，它就美极客哦，美极客就是要美要趁现在啦。对，其实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事物，其实它都有美的地方，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，不好的其实它也有美的地方。那我们发现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，然后即刻去。做这一件事情，去抓住这个痛苦会过去，美会留下。是的，真的是哦，好会聊，对，等很久就为了这一句。对，刚刚偷看一下小抄的。哦，等一下看你接下来喵咪怎么讲哦。没有梗了。哎，可是为什么叫 magic？因为我的主打歌叫魔术表演，然后刚好就每集课嘛，魔术表演，哎，就凑起来了。哦，是这样子来的。那怎么样？我想问一个问题。是。好，你真的会魔术吗？我会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会？你等一下抓住鸽子。变成玫瑰花。天哪，压力好大。把东西变不见。还是把这个整个棚不见？不要不要，可不可以把我的债务变不见？我觉得你这个部分，你先走去楼下账户处理一下。OK OK。他直接把你变。你说叫我变一个魔术，你真的会吗？真的会。不要乱来哦，是真的会哦。我想看，我想看，我压力好大啊！不要压力，不要压力，不要再变，可以的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节目里面，什么奇怪的魔术我们都看过了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真的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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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了，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好变完了。啊，好厉害哦！辛苦长，变得更加喜欢你。如果今天是续变，我早就扁他了。开玩笑，我跟你们说，千万不要，网友们千万不要骂我，这不是我逼他的哦，这也不是我跟他 say 的哦。你有没有塞钱？为什么今天多一张沙发，你觉得多塞钱？我好做这件事情哦。我刚刚很认真的觉得他要变魔术哦，你变得很棒哎。对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好笑，我吓到我，震撼到你，震撼个屁啊！有点语无伦次的感觉。我真的以为他刚刚可能要拿出个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心里面已经有个底了，就是再烂的魔术我们都看过了，这样对 ，OK 的，我可以承受。可以。然后就不行，刚刚那个不行，心脏直接一个没有，就是一个好玩的撩妹。好，在他刚刚的魔术表演完之后，对。魔术表演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来听一首 Magic， 没有，叫做魔术表演。Yeah. 好，这首魔术表演，它其实就是在说它把爱情比喻成像魔术表演一样，像我们看魔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台下可能也会看得很开心，可是明明我们知道这个魔术是假的。那它比喻在爱情里面，就是可能一段感情它受伤了，或者是失去了一些什么，可是我们还是告诉自己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被骗得心甘情愿。但其实
有时候我们回头看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学到了很多，那我们也更懂得爱自己。对，魔术表演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你从小就开始有登台的机会跟表演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唱到现在，对，所以我唱歌唱很久。应该歌单，你的歌单应该是非常非常多的吧？非常对，就是从比较老经典的，差一点点，跳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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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蛮多的啦，歌库还蛮多的。那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，好啊，好不 好？喜欢玩游戏吗？还蛮喜欢的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玩游戏。这游戏呢是我们的新游戏。哎呦呦呦呦！对，我们的终极密码，我们进阶版了，我们用唱歌来
有这招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呢会写出一个数字。对，嗯，关主写出一个数字之后呢，我们以句来算，一个人最多可以唱三句，最少唱一句。是，你只要唱到那个数字的那一句，恭喜你，你就爆了。哦，是这种终极密码。我们今天来一首蔡依林的歌好了。哦，说爱你，大家会吗？会，比较熟悉的这一首歌吗？OK，八千五。好，对，这首。好，那我先来写个数字哦。不知道多少，先哦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好了，好，你们可以睁开你们的眼了。好，我们音乐准备下。哎，紧张，紧张。哇！哇，好熟，好怀念的歌哦，好久，好久，怀念，真的青春，青春很经典。那我们就乔乔先了，经典，很经典。哎，乔乔听过这首歌吗？最多可以唱三句哈，你的年代，最多唱三句而已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两句哦。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。好听，好听，大家都唱两句哦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。要这么的哪里？没想过承诺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。我们至今曾为你相聚美丽，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爱为你。哦，晨曦，哦，轮回来，晨曦一句哦，相信一句就好了。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爱情，哎呦哎呦，策略哦。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了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 还没到节奏哦，还没到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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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现在到哦，现在到那个一开始，一开始，哎，等下，哦，从头，哦，哇哇哇，很精彩，有策略哦。有晨曦，你是男子汉，你就多唱几句。是啊，没有问题啊。我只顾着看你，情绪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感动，忙着怎么了？怎么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？爆了！爆爆啊！爆掉了。也爆掉了，太粗鲁了啦！这你是二十还是二十一？二十，哎，真的是。我对你很好，我帮让你唱完。哎，哦，他对我很好，他叫我要唱三句。对，哎，我让你唱完。哎，双双以为是十九，对不对？我根本就没有想，我只想害别人。哦，坏坏，这样子就爆了，会爆了，爆了，这基本上要来被惩罚一下。来，记者一起处罚。好的，好的。换下一首歌。好。好。五月天的温柔，哦，哎，哦 ，OK 吗 ？OK， 也是很经典的哦。那我们一样，最多唱三句。好，哦，有策略性的玩。紧张，突然间紧张了起来，突然紧张了起来。好，我现在写下一个人。好，来。地在加勒比，毕书记。啊，好好听哦，好怪兽哦。然后来到热音色，高中热音色，对啊，真的。人性，人性，人性。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。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。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。唱三句啦，我闹哎。怎么度过？天边风光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。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你借酒会了呀？假装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。没有换，没有换。我的温柔。还可以再唱一句，还可以再唱一句。
道不明了，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再多画一句啊，再多画一句啊，却不答不答，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，下次唱多一点，唱多一点。爱情的千里总是在孤单里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。好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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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地雷不觉不情不愿，又到巷子口道歉。OK， 我没有哭，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我有策略的哦。没有宇宙，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。如果有，就让你自由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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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的黎明。第三句，不知道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距离总是在孤单里，最好的爱给你。我们恭喜双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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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玩终极密码，双双，他是我们游戏里面终极密码黑洞，当你玩终极密码必是运气最背的那个，没有的话就一定会输这样子。哇，好强哦！哇。好了，恭喜你了，恭喜我是不是，恭喜你中奖，你救了嘉贞，你救了嘉贞，对啊，差点就是我，对啊，亏了，差点他就不能在下面的歌都不能唱，对啊，差一点，好，你这样子不算，英雄英雄，英雄英雄，英雄英雄，好啊。这个新游戏其实我觉得蛮挺好玩的，只听他唱两句这不够了，对。下次我们应该来宾要唱四句之类的，对啊，对，唱多一点，就唱别人的歌唱四句。那我们还是两位要接受一下惩罚啦，没有办法，我也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一定要有惩罚，不然玩游戏要干嘛？好，所以这个筷子手又交给嘉贞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要发挥压力很大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，怎么打？对，怎么惩罚？打多久？打多久？看你要打多久都可以。是这样说的，是不是？挺温柔一点，看不好这样打到我。看你要打他，他要让你打哪里？我闪远一点，是放太长。对，要有声音哦。哦，我玩懂了，打到游戏，好痛的感觉。双双双双，来请上刑台。女生要温柔一点。对对对，我保护你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保护你。他是 T 台原道，他没有在跑。他是 T 台原道，我让你可以唱歌。我对你温柔啊，好好好，给你加鞭子。多少人想要被嘉贞打？对啊，不知足。来，下一首歌知足没？傻眼，已经进了。乱 Q。好，我们先听台语的。好，因为我介意。因为我介意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，然后甜美，可是带有一点点个性的一首台语歌曲。那这一首它主要是在说，一种享受在单恋的一个这种美的这种过程，就是我喜欢你，然后我默默的为你付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这首《因为我介意》。我著戆戆笑几暝，因拢讲这款枕头无有意，要安怎予你知影阮的心？这个年代已经无流行，伫这等待，这世界遐尼宽，是缘分的安排，予我拄着你，
算甘甜。因为我喜欢你，你予阮心花开，每一摆拄着你，我煞讲袂出嘴，你就是空气，是爱的意义。我喜欢你，要甲你黏天天，你敢拢无看见阮对你的表示？那在你身躯边，我的欢喜到飞出天。若看到你，我就公公笑闺蜜，因拢讲这款情头。不由意，要安怎让你知影阮的心？这个年代已经无流行，伫这等待，这世界遐尼宽，是缘分的安排，让我拄着你。这恋爱的酸甘甜，因为我喜欢你，你予阮心花开，每一摆拄着你，我煞讲袂出嘴，你就是空气，是爱的意义。因为我喜欢你，要甲你黏天天，你敢拢无看见阮对你的表示？那在你身躯边。欢喜到飞出天，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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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啊哈！因为我喜欢你，你予阮心花开，每一摆拄着你，我煞讲袂出嘴，你就是空气，是爱的意义。你敢拢无看见阮对你的表示？那在你身躯边，我的欢喜到飞出天。你就是空气，是爱的意义。因为我喜欢你，要甲你黏天天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来玩的一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的接歌。出一个题目，然后要唱到里面那个字，对，或那个东西，只要那一句有就可以。这是我们以前的玩法。我们现在进阶版了。又进阶了。又进阶了。这么难，越来越难。对，现在你呢，你的队友第一个上去唱，对，他唱完那一句之后呢，哎，没有那么快下来，后面两个队友呢，要接着下去唱三句。就是接下去唱的下面第二句跟第三句，很难嘞。哎，队友都要会那首歌。对，如果呢队友没有接到怎么办呢？哎，输掉。哦。那来宾组的队友没接到怎么办呢？来宾不用唱歌。啊！完了，压力太大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你知道嘉贞先生那一桌他是有武器的，他很强，他感觉动手哦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在开录前呢。制作人说别分了，就是这两个沙发。Oh. 我真的很想征求大家的意见。我觉得就两个沙发，不要分一下。我觉得就两个沙发。我压力好大。双双一组 OK 了。我觉得我很喜欢跟董轩跟陈思。是。你没有考虑过来宾的感受吗？没有，嘉贞摆。如果嘉贞是第三棒很强，他几乎可以接你们所有人的歌。所以其实你们两个对。
他是魔王哎、欸，我压力很大，如果输的话我就不能打歌，我今天才打歌的、欸。这些人对面三个人，他们就是看好戏的状况。对啊，他们就是三个看好戏。不会吗？我们听好歌了，势均力敌。没有，你是来宾，你最大，你可以选换要不要换。你给你选要不要换组好不好？换队。换队友，不要好了，我对你们有信心。哎呀，现在你想这样吗？好难啊！哇，我好想从26楼跳下去。没有没有，开个玩笑。好了，那没关系啊，我相信我们可以的、欸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一个人有规定要唱几句？一个人一句，一个人一句就好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的两个队友要接着你后面两句。哦 ，OK， 好，真的很难，好，挑战很高。好吧，来吧，我们就。什么主题？第一个主题简单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来有一个数字的歌，数字的，像是一二三，前很多，数一数二不算。好，现在唱我们不能唱，你们自己也不能唱哦。我们不能唱，各有一首这样 ，OK？ 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来主先开始，来加州猜拳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你们先，我们先吗？我们先吗？对，好。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，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紧张的气氛。有哎哎，这词是对的吗？紧张气氛，词是对的，对了对了对了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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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上上去就对了，对了对了对了。4 3 2，我想亲爱的，把感情升等，朋友变成情人。好嘞，好，厉害，差点换稳，换稳，好，换稳，差点要回家，差点要回家。来一首简单的，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。哎，下一首我们是什么？不要这句忘了。要五毛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不奇怪耶。我们是4 3 2，你们在倒数怎么唱吗？在这地久夜，没有你的我。你们好好高级。终于啊，你还没唱完啊！终于感到。终于开始感到寂寞，救援，可以可以，好听。也都无所谓，全都是谎言。你是不是少一句？啊、好像饶舌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有少一句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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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不是少？好帅的 pose， rocker。全都是谎言。全都是谎言。我给你们5秒，要不要再换一首歌？也都无所谓，全都是泡沫。全都是谎言。最差的话，地久也没有你的梦。哇，很哇！我们来一个，来，下一首。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。哦，这么高。看星星，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。厉害哦！好，好，再来一首。两只老虎。我怎么讲？跑得快。听到切到悠悠台。一次没有眼睛，一次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我们是又又有有有，我们有。我们锁定各个不同的族群呐、啊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，一瞬间烦恼全忘掉。哇哇！我摔到地球摔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还是哎，哦，但我有那个好。中小的路走海边，还有什么数字？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哇！我从日走到夜，心中白天到黑。哇 ！OK，
一比一二，然后就换你。我们会玩到八点，现在是七点四十几分吗？我爱你一天一天更确定，一步一步靠近。他们把麦克风拉高。一点一比一，你们一点一比一，一点一比一，一点一比一爱。他们快蹲起来了，是吗？你们等下玩到蹲起来。不急，就像哭泣。对我们被自己这样打败了。一击逆三系不是日语的一二三四，那是忍者。那是忍者，你后面一击逆三系，快使用双节棍，日本话。啊，我唱的是 remix 版的。一击逆三系，快使用双节棍。大意，快使用双节棍。虚无之人切记 ，OK， 是可以这样接的。对对对 ，remix 版 ，remix 版 ，OK， 算我们输了哦。DJ 董轩呐 ，DJ 董轩 ，DJ 董轩，好好笑哦。数字完了，要不要再来一题啊？好，好啊，再一题。我们输一次。我先问，你们的麦克风是？你们麦克风是金钟奖的，是不是？会有限时的。你们的麦克风，30秒可以这样吗？他会往下掉，如果你得奖感言讲太久，啊，就掉到底下去，没办法再唱了，直接终止。好了，我们再一个题目好了，有爱的，有爱的，哦，爱的，哇，爱很多哎。好，我们先，好，来，让他们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哇，来，看我一枝独秀，离不开暴风圈，来不及逃。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再想，我不能。爱爱爱，准备大显身手。好，给你那句好了。爱爱爱。哎，可以这样，厉害！看我一枝独秀。四句啊！哎呦，大放送哎！我还以为下一句是展兜，我也以为是展兜哎。好 ，OK OK。简简简单单单。为什么从 Bridge 开始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简简单单爱。你说没听过。好不好，换一首。爱你不是两三个天。你上去救一下，这首歌我不会。好 ，OK， 那再换一首。哎呦，没有人倒数，我们可以一直唱。对，然后没有空帮我们倒数，我们继续唱。I love you. 自创曲，自创曲。自创曲，董轩自创曲，董轩自创曲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哎，你在开演唱会？我是 DJ 董轩 ，I love you， 一直在找你 ，baby。他不是要问下一个人的吗？换了。一直在爱你，是不是 ？I love you。好了，好哎，好，可以了，赞了。但亲爱的，那并不是。哇，都是结婚的歌吗？就像来不及许愿的流星，再怎么美丽，再怎么美丽，也只能是曾经。哇，好听啊！拍手！哇，这样不分圈次玩不完了，不然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乐。很会绕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对，今天这个真的是很有难度，然后我又玩三天三夜，这玩了一直玩很久哎，对啊，而且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现在是团队战，不用一个人想太痛苦，对，而且很快可以让大家打成一片，对，感觉我觉得不错，对，因为我们可以常玩，对对，就每次就把你call来，然后就玩，你没有玩过吗？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哦，像个桌游室一样。好了，下一首歌你要带来的是什么歌呢？家真的太想你。
家政他讲不是他的、哦，是家政的、哦，是他的、哦。这样子讲歌名的 ，OK 啊，可以讲的太想你，家真的太想你，家真的太想你，家真的太想你。这一首《家真的太想你》呢，它听起来会感觉好像是比较甜美的，可是它其实带有一点个性。那我觉得很反映我自己，因为我在选秀节目里面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甜美的女生，可是其实我私底下是有点古灵精怪，然后甚至很多朋友都会说我有点呛啊什么的，就有点个性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它不是完全是甜美的一首歌，它其实在歌曲里面也带有我自己的一些小个性在里面。这首《家真的太想你》。是真的太忙，还是别有用心，装不在意？我有点心急，整天胡思乱想都在想你，运气不定。我不想再逃避，这是你对自己的心意，复杂的小情绪，你给的好心情。想对你恶作剧，我得吸引你注意。每天都睡不着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好烦恼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在思考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快疯掉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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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情总能让我感觉如此私密，天赐细腻。我有点在意，你一举一动牵着我的心，无法抗拒。我不想再逃避，复杂的小情绪，你给的好心情。想对你恶作剧，为了吸引你注意。每天都睡不着，假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好烦恼，假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在思考，假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快疯掉，假真的太想你。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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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太真的太想，真的太想，真的太想。每天都睡不着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好烦恼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在思考，家真的太想你。每天都快疯掉，家真的太想你。真的太想，真的太想，真的太想，真的。好听，家真的太想，家真，然后谐音家真。哦，是哪一个家？是就加减加减的那个家。加上他歌词都很多巧思，对啊，就很多，就是你不能只能单方一的思考，对对，单方思考你是大错特错，太不要来，太肤浅，太肤浅。他连歌词都撩哎，很对对，变得永远喜，对，变得更喜欢你，很会撩，变更喜欢你。加我真的很爱你，加真的很想你，这样之类的。哦，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听不够。对，还有一首歌，我们再让他唱一首歌。今天算他就是有通过我们的游戏考验，他今天都没有输，松了一口气。他今天真的都没输，对啊，一听到就燃起胜负欲，他不能唱哦，无
换一条啦，全捉他了。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。最后一首是我专辑里面跟陈零九有一起合唱的一首，叫《玻璃鞋》。可是今天因为零九没有来，所以我们请一个陈曦，差两个字 OK 了。同性啊，同性差很多。差很是差很多。哎，我一刷这个消息，很快就是你每天一直听着练习这样子啊，超难唱的。然后他刚刚要唱之前，他非常紧张，在那个旋转椅上面不知道转了几圈这样子。对，他也说我好紧张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今天在旁边好紧张哦，他会一直看，他一直这样子看着我，我好紧张，他就一直讲一直讲。看他有没有破音啊？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陈俊的表现，带来这首《玻璃鞋》。这首《玻璃鞋》它其实是在反映灰姑娘真实的一个童话故事，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，这个灰姑娘呢，她像故事里面的爸爸跟后母对灰姑娘的一个偏心，还有姐姐对灰姑娘的一种无理啊，百般刁难的一个状态，灰姑娘的人生其实很苦，可是她的心里其实是非常善良的这样子，所以这一首歌曲是完全的呈现出灰姑娘的一个故事，然后直到她遇到了她生命中的那个王子，然后穿上了那一双独一无二的玻璃鞋，改变她的人生。这首歌曲的概念是这样子，玻璃鞋。那一夜，眼前的世界突然被改写，那位女孩的玻璃鞋怎会掉在我的眼前？十二点，为何走远？为何走远 ，baby？ 我的美，只是谎言，只是谎言 ，lady。平行线解开我们的世界，怎么会消失不见？消失不见 ，baby。无限配对无限 crazy， 这一切是寂寞把我心撕裂，如果时钟能够停摆，我不会离开，灰姑娘也想找到真爱，你专属的爱，如果时间能够倒带，爱不会离开，和你过着心幸福的未来，永远不分开。好几夜梦里的画面，你在我身边，谁能穿上这玻璃鞋，成为独一无二的美？十二点，为何走远？为何走远 ，baby？ 我的美。不是谎言，不是谎言 ，lady。平行线解开我们的世界，怎么会消失不见？消失不见 ，baby。流着泪，配对无限，配对无限 ，crazy。这一切是寂寞把我心撕裂，如始终能够停摆，我不会离开。灰姑娘也想。找到真爱，你专属的爱，时间能够倒带，爱不会离开，和你过着幸福的未来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童话跟现实划清分界，兜着海市逃亡养晦，就是灰姑娘气什么蜕变，你若是你的母亲球鞋，是与众不同玻璃鞋，是否能真正拥有？如果时间能够停摆，我不会离开。灰姑娘也想找到真爱，你专属的爱。好听，我觉得
可以，可以。没有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他唱的真的蛮好的、啊，真的可气。对啊，你看他刚刚在跟我唱的时候都没有这种评语，哦、你在那唱的时候。哈哈哈哈哈！三个人唱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要怎么知道唱的好不好呢？就看下次他会不会找你唱。哦、完了，他压力大了。哦、太怕他今天来上节目，压力到底有多大？人的压力有多大？你今天还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呢，就代表你有待加强。对，我再改进，再改进。开玩笑的啦。好了，我们最后留一点时间给你，就是宣传一下你的新歌，然后可以再来找到你，然后音乐再来上架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首张个人专辑《美极客》，然后在各大的数位平台上面，还有各大的唱片行，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那我在年底前呢，也会办一场音乐会。那详细的资讯呢，可以上我的粉丝团蔡佳珍，还有我的 IG Kelly 蔡 Kelly 蔡，多多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今天谢谢佳珍来玩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玩的开心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。5分破音去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OK， 我们要去休息5分钟，然后待会哎，女团要来喽，各位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晚一点回来，拜拜，耶，拜拜，拜拜，不要走。